来先生穿件花纱绒，头戴一顶松果，站在大路旁。我偷偷地想他身上起大梁，果然一表人才，给人好印象。敢问你身缺阿爸？我名叫阿三。住在哪一个甘榜？甘榜在夜郎。再问先生几多岁？今年23。是否有了金丹？还没有对象。牛娘生来漂亮，花容白如霜，头发长长弯弯披在两肩上，一双迷人眼睛好比小月亮，八盖八柱满洞曲线像地堂。敢问一声娘娘？我叫玛利亚。再问今年几多岁？今年68。哎呦，我要跟你结婚。是真还是假？同心合力建造甜蜜蜜的家。再给啦！再问先生几多岁？今年23。是否有了亲大？还没有对象。帅如霜，头发长长弯弯披在两肩上，一对迷人眼睛好比小月亮，八盖八柱满洞曲线像地堂。敢问一声牛娘？我叫马。再问今年几多岁？19，18。我要跟你结婚，是真还是假？同心合力建造甜蜜蜜的家，同心合力建造甜蜜蜜的家。Nama saya Senjing Bing. Oh, nama saya Siti Gohet binti Gostan. Saya Hao Hao Loti Plata Michelle.
还没 robust 呢，好可迷香。大家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刚刚我差一点笑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怕建兵大哥一直捂住他的嗓。我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因为我瘦了没有？哦，我怕掉下来。啊、是呀，人家说这个现在又是榴莲季节嘛。对呀、啊，人家说以前有一句话说什么？对。啊、榴莲掉 ，sarong drop 啊！什么榴莲掉 ，sarong drop？ 就是他们宁可当了 sarong 去吃榴吃榴莲，哦、对，什么啊，宁可要吃就对了啦，对对对，所以意思就是浩浩肚子够大，所以撑得起。哎呀，建兵大哥的肉已经跑来我这边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哎，顶得多实在、啊。